身边经过，你微笑的那刻已融入我心窝。晴空下的你我多快乐。曾约定的承诺，像是一首情歌，在心底附和。微笑代替沉默，像绚烂的烟火。就这样遇见你，不知不觉靠近，融化掉了任性，不由得我说明，好想对你有种感应，却不敢轻易相信。哎，行不行？哎，你们这怎么这样？你们等等我。无论如何，大学第一年终于顺利结束了。嗯，小花，大学生活比我想象的还要好。嗯，虽然我们不在一个系，但下课可以去食堂一起吃饭呀，然后一起去图书馆，周末呢可以陪你打篮球，或者再去看场电影，多好啊！好，听你的。走，我们去报道去。大学一周至少13节课，英语四级刚考完，马上又要考普通话，刚刚适应了期中考，马上又要考期末考，哈哈，美好都是假象。哎，这一幕有点眼熟啊，小白脸。一年前的我是不是也是这么的天真和浪漫？糊涂姑奶奶，你还有心情说人家？看看现在几点了，刚开学没多久我们就迟到。老教授非让不让我们吃兜着走。韩先欢到。方聪彤到。钟威贤到。范九然报到。夏瑞、万灵是吧？到的。他们也是到。走了。什么味道有酸有甜的，原来是别人的爱情。 Sit down。 兄弟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你上午不是没课吗？怎么不休息一下？田汉迪，我想你了。景文南关上灯。你又迟到了。不是，我设了10个闹钟，10个闹钟都没叫醒我，他也是个叫不醒的。你不知道刚刚吓死我了吗？你怎么吓到了？郭佳宁到。台上那位凶起来不是老虎，胜似老虎。汉天迪到。OK， we'll go over what we learned last class。夏瑞 you go first. 万灵 you next. As a rule, as long as you can repeat the text, you won't be punished. 完了，怕什么来着？
For Chinese to apologize with a... Recite. Now read out loud. With a smile, this as a single. 在我的课看小说，本来看你迟到了，还打算给你个机会的，你自己不珍惜，你这个学期的考勤和平时成绩已经没剩多少了吧？不是，老师，那个迟到是我不对，但这考勤分扣了，为什么平时分要扣啊？如果你把这篇文章背诵好了，今天的考勤和平时成绩我都不扣你的，否则的话你下节课就不用来了，直接下个学期重修就好了。那老师，你扣分是看心情啊，那我这上不上课是不是也是我的权利啊？我看心情是吗？ OK， 那我今天就看心情。Go out。 好啊， OK 啊， OK。 这位同学，你是我们班的吗？不是。老师，我知道他，他就是宾大建筑系的那个新晋学霸男神。我听说过夏瑞的男朋友。这谈恋爱是谈到我的班上来了是吧？建筑是哪一级的？大二。出去！早就跟你们说过了，只要你们专业能力好，迟到和早退我都不管。专业英语里面的内容，背一次抵一次迟到，机会我已经给到你们了。下一个，万林。老师，请问夏月迟到几次了？怎么了？您说的背课文就可以不重修的？是的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具体几次呢？六次。好的，明白了，谢谢老师。六篇，那是你是在帮我还是害我呀？我在帮你啊，重修不好。还不如重修呢，重修就重修嘛，说不定我下个学期就换到别的老师那了。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？没有挂过科的大学不是完整的大学，没有重修过的人生不是完整的人生。你别担心了，有我在。为什么上了大学还要被英语折磨呀？说这个英语老师是不是被老郭给附体了？嗯，应该不是，性别不同。还不如胡老师。我说你今天怎么这么闲？作文写完了，模型你做完了？天哪，大学对你来说也太轻松了吧？闲的你都能成功的找出六篇课文来给我背诵。也不轻松的。什么不轻松？选修课。什么选修课？不知道选什么。我的天哪，明天就截止报名了，你还没有选定啊？四分的你全不要了？我知道。你是大一你把那些课都选完了啊？你今天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吗？嗯，你帮我。我帮你？嗯，选课。我选什么你都上，你选什么，我上什么。公开课你也上？别吧。哈哈哈，原来你有害怕的时候呀。你刚刚给我六篇课文背诵的这个事儿，我给你记着。要选什么？再我想一想。哎呦，落在我手上了，好开心。谢谢阿姨。没事。哎，四宝哥，哎，刚训练完啊，下午还得练呢。哎，等一下啊，哎，阿姨，我要这个和这个，谢谢啊。哎，四宝哥，你这是回来干嘛呀？啊，我回来找顾教授聊点事儿，顺便来食堂吃顿饭。这上学的时候不爱吃，这毕业了还真有点想。是吗？哦，你饭好了啊，谢谢，不客气。听说你现在是队里的预备队长吧？先从预备队长干起呗，攒攒经验。教练其实都跟我说了，谢谢四宝哥的推荐。你本身就是个好苗子，怎么样？有把握被选入 CUBA 吗？嗯，我尽力吧，现在还不知道呢。怎么这么没自信？不像你。前两天训练，大家进步都挺大的。我刚入学时那点优势啊，现在都不明显了。
现在大家的实力大差不差。想要快快陪练的话，可以找我，随时奉陪。是吗？谢谢四伯哥。那你有什么要求，你可以跟我说，能做的我尽量都做。举手之劳，别客气。况且，不打球我手痒。这种感觉，我明白。最近，怎么没看到你那个粉丝赵一舒啊？以前训练的时候，他不都坐在场边看你打球吗？他的话剧啊，最近在搞公益巡演呢，应该就快回来了吧？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下周二。下周二？哎呀，完了完了，我还有训练，我就接不了他了。我得跟他说一声。哎，四伯哥，你怎么突然问起他来了呢？哦，那天在学校后面的小吃街突然碰见，看他匆匆忙忙的，不过他好像对我没什么印象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他肯定去特意吃那个热卤去了，吃完发现排练又迟到了，所以这一边跑一边给我打的电话。热卤？对呀，热卤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一叔这个人吧，看起来文文静静的，其实还挺能接受重口味的，喜欢吃辣，还特别喜欢吃冰淇淋。小时候我俩玩游戏，我总输，我的冰淇淋总被他骗走。你们的关系还真的挺好的。我一直以为赵一舒是那种特别高冷的女孩。都是装出来的。其实他这个人特别善解人意，心地也好，就是追他的人太多了。这追他的人太多，好多男生就以他这个最美校花的名头来消遣他，所以他现在就见人能避就避了。哎，斯伯伯你是不知道，你要是跟他认识时间长一点，你就发现了。门西，好吃的来了，快快快快，帮我打开它。干嘛？快帮我摆出来呀！哇！哦，行，快坐下吃，愣着干嘛？小月。嗯。没有其他的了吗？就这些啊，快吃，超好吃！哇，这种油脂在舌尖上迸发出来的感觉，给你来个，给你再来个，再来个这个，不吃，干嘛不吃？动物内脏包含这些小肠、鸡胗，甚至是这个心脏，而100克的动物内脏中含有200到300毫克的胆固醇，而人体每天摄入冰超过300克胆固醇，所以这一顿就超过了不只是3倍了。嗯，那你吃这个，这个呢补充胶原蛋白。这个胶原蛋白是大分子胶原蛋白，进入人体后会被直接消化吸收的。变成脂肪储存起来，换句话说，吃鸡爪不但不会美容，甚至还会长胖。那我吃鸭脖总不会有事儿了吧？鸭脖加工的时候放了很多香辛料，甚至还有亚硝酸盐，而人体摄入0.3克到0.5克的时候，即会引起中毒，甚至是死亡。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，说话的时候不能吃饭，要不然容易噎住？我知道。知道你还说？啊，我算是知道你为什么每次都要捏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了，是还挺烦的。你不是不吃吗？怎么还吞下去了呢？可以说话了。你喂我吃的，我必须吃。那你说是不是超好吃？English, you will do a great job.
要不别背了，你去给英语老师道个歉，服个软得了。啊，不可能的，南希答应了，就是我答应了。我这个时候要放弃了，我以后怎么在江湖上混了？而且南希还专门帮我挑了六篇特别适合我的，我这次要和英语老师抗争到底。怎么感觉一不小心还是吃了把狗粮？哎，是不是南希让你做什么都会做？酸，休息两分钟。怎么没什么客人？帮我一起看一看，帮我一起分析一下他比较适合上哪个课。拜托，你能不能不要让我这个单身狗随时随地的都要接受一波抛弃？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吧。网球，但是啊，体舞是个什么东西啊？瑜伽。跆拳道，哎，不行，跆拳道可不行。我上学期也报过这个课，本来想给自己练一身防身术，结果差点把我小命给搭进去。现在想想浑身还疼呢，算了算了，危险。那算了，太危险了，不行。那还有什么课吗？渐进帮助学生打破社交壁垒。社交，循序渐进的帮助，循序渐进的帮助，社交。这次真的是被威逼利诱啊！选课结束前最后一秒钟，让我把课给改了。所以这次你放心啊，这课让我罩着你。不是你不要这么冷漠呀！我为你牺牲很多的，我为你放弃了美女如云的插画课呀。不过，这份兄弟情谊，你也无需多言，都在心里就好了。我只……哎。社交拓展训练，这听起来像是混学分的。社交多重要呀！你想想，我们以后肯定会出校门，那出了校门就免不了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学习这个社交也是为了安身立命，学一个技能嘛。瞧你这小广告打的，他们宾大给你多少广告费？一杯奶茶足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家南希不是特别排斥跟别人接触吗？他上那个课能行吗？我安插了内线，随时向我汇报情况。这个点儿应该上课了吧？欢迎大家选择我的社交拓展课。与其说是上课呢，不如说我们是来玩耍、放松，走出你们所在的学院，来结交不同专业的新朋友。我希望大家在有限的几日内能够学习享受。什么是社交拓展？大家对此一定会有所疑问。其实我们是在大家日常交往的基础上，学习一些社交礼仪，拓展一些社交技巧。而今天是我们的第一节课，我希望大家能够迅速学习起来。所以我们要进行的第一个项目，就是男生女生1:1寻找你们的交谊舞搭档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吧。老师，老师，我想跟南希一组。不可以哦，我们这门课从选课开始就已经确定下来是男生女生1:1的比例。如果你们两个成为搭档，势必会有两位女同学空闲出来，之后还会有很多男女生搭配的项目，这会让后面的活动没有办法进行。所以这位同学呢，其实找搭档并不难，你可以试试看。老师，我自己可以的。
没关系，如果你要觉得有困难呢，老师可以帮你。来，你来。好，大家组队都组得差不多了吧？现在男生女生分别站两排，每队搭档面对面站立。还有哪位女生没有找到搭档的，请举手。老师，我。你跟那位同学组成一队可以吗？老师，自己真的可以的。如果你要觉得实在困难呢，其实可以选择退课，因为我们这门课是有三个学分，然后你可以自己算一下，下学期补上也是可以的。我上。那请站到那位同学的对面，然后我们要开始上课了。老师，我们以前认识，我可以和他一组吗？你可以吗？不好意思。那你站到这里，我们要开始上课了啊。这郝田怎么这么不靠谱啊？他上课这么久了，一条信息都不发给我。哎呀，这没消息啊，兴许就是最好的消息呢。哎，我说夏瑞，你既然这么担心他，为什么还要给南希报这个课？该不会是因为南希让你背英语课文，你怀恨在心，你故意整他吧你？怎么可能？我在你心里居然这么的小心眼吗？得了吧，我看你昨天给南希报课的时候那一脸的坏笑。咦，我那明明是妈妈的笑容啊。真的假的？当然了。我就是觉得南希也在滨海待了一年了，也熟悉环境了，就想让她开阔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嘛。再加上这有专业的老师免费给她辅导，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可能放过呢？好吧，我还是终究没有躲得过一场狗粮呀。可是你刚刚居然怀疑我，非常的伤心，不给你怀疑。哎，夏瑞，哎呀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嗯，你就原谅一个单身狗，偶尔一次的看走眼了吧，好吗？哎呀，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。哎，笑就能原谅我了。嗯。哎，不过我还真得提醒你，像南希这么受欢迎的男生，你把他放到那种课上去，这等于是把羊放到了狼窝里。哪天被哪个女生拐跑了，看怎么办。你想太多了，这么就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。南希连承诺都不要碰，这种自信不是人的。男生鞠躬，女生屈膝，大家跟着学。男生女生上前，牵手，搂腰，一二三四，大家转起来啊！跟我在一起，会不会比跟陌生人在一起好一些？不要那么着急。我可以这样搭在你的手上吗？左手。你可以拉到这里，我可以搭在你的肩上吗？放轻松，跟着我的脚步，先出左脚，鬓角，出右脚。并脚，推右脚，并脚，伸左脚，并脚，很好，左脚，并脚，伸右脚，很好。很好。
你干嘛？什么干嘛？英语单词啊，看不见吗？删了。就是看出来了才惊悚好吗？瑞哥，你别告诉我我现在的大学生活全是一场梦。我现在还其实是在高二。对，就是一场梦。当你睡一觉，你再醒来之后，你会发现你自己还是原来的那个大胖子。聊天就聊天，你别放黑料啊。我现在呢，明明是玉树临风，天上地下，唯我帅霸。宾大篮球预备队长。哎，怎么这么多人看你？难道你也被评成了最美校花？说话前先动动你的猪脑子好吗？你看我身上哪个细胞跟校花两个字能产生联系吗？也是啊，都大二了，是金子也早该发。找死吗？交出来。交什么呀？一二。哎，交。哎，这个什么事儿都没有，你别介意，都是朋友。哼，这事我知道啊。南希跟我说了，跳个交易5000个手很正常。就是啊，什么事都没有，他们啥都不知道，还说什么南希是杨宇飞的过去式。什么南是杨宇飞？瑞哥，你才是南希的过去式。哎，是，既是过去式，又是现在进行时，又是将来必定完成时。你懂。英语学的还挺好的嘛，跟我一起背背吧，就这一篇，背不下来你别想吃饭。社交拓展课好不好玩呢？那明天还要去吗？这么积极，看来这课是选对喽。是个什么鬼啊？跟杨宇飞跳舞的这么好玩，还去，还要去，你干嘛呢？一个人在这嘟嘟囔囔的，干嘛？来，来，过来，搂着我啊，跟着我啊，来，对，这边，啊、这边，这样一下。这样一下，再这样一下，来下去下，你这干嘛呢？大白天在这发疯？你说离得这么近，怎么会一点感觉都没有？谁跟谁离这么近啊？那没有感觉吗？哎，别！该不会被我说中了？有小妖精扑南希了？没有啊，我是刚刚看见别人在跳，想试一下而已。你少唬我吧，该不会南希现在都进展到可以跟别人跳舞了吧？当然没有了，那只是他课程的一部分而已啊。哎呦，谁家的醋坛子打翻了呀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吃醋？真是，哼，好酸呐！英文背的怎么样了？过两天我检查。怎么了，夏瑞？来，玉叔，咱俩一起回宿舍吧，咱们一起走吧。哎，夏玉叔，是国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就是路过，我送你回宿舍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的。既然碰见了，没有不帮的道理。箱子给我。你让他送送吧。哎，你就让他送吧。那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
给我吧。好，那谢谢四伯伯了。不客气。陈儿洛跟我说他今天有训练，是他让四伯伯你来的吗？没有啊，我刚才不是说了，恰巧路过，听说你们巡演的车快回来了，就等了一会儿。那四伯哥找我有事儿吗？别叫我四伯哥，我也没比你们大几岁，听起来很生分的样子。陈尔洛叫你四伯哥，那我也就跟着叫吧。而且我们不是一个学院的，叫你学长好像也不太合适。我到了，谢谢你，我自己骑上去就可以了。好，累了半个月了，快上去休息吧。好。对了，这个给你。听说你最喜欢热卤搭着冰激凌吃，我怕两个放一起温度会有影响，就给包了保温袋。你快拿上去吃吧。这是陈若告诉你的吧？聊天的时候他随口提了一句。可是他没有说。我最喜欢吃的只有我们小区旁边我和他从小吃到大的热卤，搭配着隔壁店的双色冰淇淋。这个还真不知道，不知道现在去成华市还来不来得及。四伯哥，滨海的一切都很好，可是我还是喜欢原来的味道。你也很好，但是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那你喜欢的是陈尔洛吗？你喜欢他，他知道吗？我了解了。其实没关系，艺术，你千万不要有心理负担。谢谢你，四伯哥。没想到还没有开口正式表白就被拒绝了。艺术，你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女生。对不起，四伯哥。我真的千万不要说对不起，感情这种事情没有对错。其实这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。那年你来宾大艺考，我在学校门口见你的第一面时，我就知道我喜欢上你了。这么久以来一直没有跟你表白，是因为我想要慢慢的探寻你第一眼就让我喜欢上的原因是什么。但后来我发现这不重要，因为我发现关注你关心你这件事情的本身就让我感觉到快乐。希望你不要因为我喜欢你的这件事情感到有负担。既然你叫我斯波哥，那你就把我当做一个关心你的哥哥，坦然接受我对你的好意，可以吗？斯波哥，其实你真的不必要这样，我真的不值得你喜欢。不，你值得，哪怕只是做一个朋友呢。放学铃声总特别好听，明天还是同样的剧情，你戴着耳机，我推着单车等你，不用言语却感觉温馨。等下一个假期，等下一次旅行，等下个路口交给你一封信。毕业后的夏季，操场旁边的树洞里保存着有你的回忆，你是回忆里最美的风景。
桌上的水印，书本是我脸上的印记，老师的粉笔，我发站靠在墙壁，看着我偷笑是你眼睛。放学铃声总特别好听，明天还是同样的剧情，你戴着耳机，我推着单车等你，不用言语却感觉温馨。等下一个假期，等下一次旅行，等下个路口交给你一封信。毕业后的夏季，操场旁边的树洞里，保存着有你的回忆，你是回忆里最美的。